白敬亭、吴倩、倪大红，八零九零打响养老保卫战。干嘛的？我是觉得你们养老院的整体理念还有环境和我们的品牌非常的契合。就是卖保健品，划时代的保健品。不吃饭不睡觉，我们也要挣钞票。我要把养老院交给你，让爷爷我住养老院。你给我气出好歹来，别拿这一套吓唬我。这么多复杂的问题，你都是怎么克服过来的？真诚、耐心。